规矩，我有2小时自由时间。哟呵，了不起，行。哎呀，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啊，妈，你干嘛？我早起锻炼身体啊。现在没球了吧？哼。妈，你又干嘛？明知故问，没看见做卫生的吗？这呛我也能睡着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妈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电视上说了，多晒太阳啊。好，我差点被烤熟了，想睡个懒觉有这么难吗？时间到了，开始学习。你这是无中生有，无理取闹，凭空想象，凭空捏造，无可救药。哦，平时没见你文学水平这么高呀。现在一套一套的很溜嘛，祝你。记得关注我哦。